喂喂，能听到并且看到的同学，刷个一。喂喂喂。哦，能听到看到是吧？行，好嘞。向阳同学说："我还在看几个视频啊，啥意思啊？看回放是吧？好，啊，看前几个是吧？好，我们来讲 HDFS 啊，HDFS 呢分为什么？巡检。"参数，运维，排障，对吧？就是这几个，这几个，然后呢，前面的老师应该是讲了一部分啊，他应该是讲了一部分，但我们这部分呢，可能是更有针对性啊，更针对性，可能是有些演示啊，然后呢，可能是更贴近我们的一些生产环境。然后巡检啊，为什么巡检？啊，首先为什么巡检，对吧？首先巡检呢，目前在我们公司呢是一个制度啊，是一个制度。当时我们也说了啊，我们是多个集群啊，多个集群。我们多个集群是怎么建的呢？就比如说，我们根据业务来的啊，根据业务来的。比如说有几大核心集群，那么这个核心集群呢，它可能是承载着什么样的？有几个业务线啊，另外一个集群承载几个业务线。那么这两个集群之间呢，会有一些数据交换啊，会有数据交换。那么，公司呢不仅仅是有这么几大核心集群，还有一些小集群啊，还有一些小集群。那么巡检啊，巡检呢是我们在刚成立这个团队啊，刚成立这个团队的时候啊，刚建这个集群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一个文化啊。就是说呢，在我们的监控啊，我们认为呢，我们的监控呢已经，比如有了 CDH 之后啊，还是可以，对吧？还是可以。但是呢，这种巡检呢，也是目前在我们公司啊，也是保留下来了啊，保留下来。那么，这个巡检说巡检之前啊，可能看大家呢，就是看一下这个页面啊，这个页面啊。首先 HDFS，我们不是讲 HDFS 嘛，对吧？那么巡检呢，包含两部分，一个是说我们在 CM 上去巡检，啊，看一下我们的各个组件到底有没有那种小红点，啊，有小红点呢需要处理，啊，然后看一看这个集群的这个 CPU 啊，整体的一个情况啊，有没有跟往常这个不一样，啊，比如说我要看这个最近一天的。还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就是 CM 呢，有些地方呢，它并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啊，并不一定能够看得到。所以说呢，我们要结合这个 HDFS Web UI 啊，去看这些东西。那么首先呢，就是 HDFS 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建这个 CM 之前呢，啊，其实我认为。你更应该了解的是这个啊样的原生的 Web API 的一个页面啊，更应该去看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其实 CM 它读的啊就是这个的一些指标啊，它其实采集的还是这些指标啊，只不过是说它把那些操作呢兼容起来了，是吧？操作呢就是自动化了啊，然后呢这个 HDFS Web UI 呢它只是看的啊，只是看的是吧？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啊，namespace 啊，namespace 啊，就这个东西啊，顺便我们也讲一些东西啊。那么 namenode ID 啊，namenode ID 是啥？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啥？啊，这个东西是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的集训名字对吧，我们的集训名字还有这个 ID， 就是 NameNode 的 ID。 NameNode 的 ID 呢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 HA， 它是用来做 HA 的啊， HA 的这个名字呢你可以随便取啊，随便取。然后呢这个名字它对应的是哪台机器啊，就是这么取的，那就这么取。那么在 standby 里面啊， standby 里面就是 NENO， 然后它根据这个啊，根据这个来定义我们的一个 NameNode 啊，用 NameNode。 那么我们再可以看这个安全模式是关的啊，是关的对吧，我们知道安全模式啊，如果你现在应该是知道安全模式的，我相信上面老师是不是应该讲过是吧，安全模式，安全模式如果打开的话是只允许读不允许写的是吧。那么这个安全模式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你在启动的时候啊，在启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整个集群启动的时候它分为几步对吧，一个是说加载 fsimage 啊，加载 fsimage， 然后呢这里呢是加载 idlog 啊，现在 fsimage 和 idlog 到底什么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我认为你已经懂了啊，你已经懂了。那如果你不懂的话，这个就需要补一补啊，这个是面试必问的一个问题啊， fsimage 和这个idlog 是吧。那么我说到这 fsimage 和 idlog 啊，这个东西这种方案就是 fsimage idlog 结合起来，这种方案其实很怎么说呢，是很常用的一个方案，很常用的方案。就比如说 fsimage 加上 idlog 啊，它就类似于什么，比如是 HDFS 啊，类似于什么，类似于 HBase HBase 的什么 memory store 加上 hlog， 把 memory store 加上 hlog， 这里应该是NameNode 内存啊， NameNode 内存加上 idlog 就相当于 memory store 加上 hlog， 然后这里呢加上这个 fs 啊，有那个啊原理啊，他们的方法啊就是叫 hfair 是吧，相当于 hfair。 然后 mycircle 的啊， mycircle 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 binlog加上我们的 dump 文件啊， dump 备份，啊， dump 备份是吧。它其实这种方式啊用起来很广啊，用起来很广。就比如说我们写的时候会写内存对吧，写的时候会写内存，像 HBase 的时候它写的时候也是写内存对吧，也是写内存。那么但是它写内存的时候它是不可靠的对吧，它是不可靠的，当你这个机器挂了之后内存的东西就丢了。所以说呢它每次写内存之前会写一个流水，写流水一致对吧，写个流水一致啊，当你这个丢了之后没关系啊，我还有流水一致进行一个回放啊，进行一个回放。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但是呢我还需要将 NameNode 进行一个序列化啊，某一个时间点序列化成 fsimage， 这时候呢是吧，这时候呢可以避免我们的 idlog 过大啊，启动的时候过慢啊。比如说我们这里加载了 fsimage 之后啊，如果说你没有 没有这个 fsimage， 也就意味着你这个项目，你这个集群刚搭建的时候啊，它的内存什么都没有，一个文件都没有。当你写第一个文件的时候，它会记录在 idlog 里面。当你写了上亿个文件的时候，然后呢，这里就有上亿条 idlog， 是吧？如果说这时候没有 fsimage 的时候，就变成这种情况了。所以当你重启的时候呢，它要加载上亿个 idlog 进行操作，是吧？
就像比如说就像我们的集群啊，我们其中某一个核心集群每天的文件的操作达到了五亿条记录啊，五亿条记录是吧，所以说每天达到了五亿条，所以说你为了不让这个 ID log 过大，所以说你要把能不能内存进行一个反序列化，反序列化之后，反序列化那时刻之前的 ID log 就可以删了啊。所以说呢，那你在启动的时候，你首先加载 FS image， 然后再回放少量的 ID log， 就可以启动速度更快啊。比如说这占2分钟是吧？回放 ID log 啊，回放 ID log 的时候呢，它占用的时间啊也会非常的少，很快就结束了。然后除此之外呢，是 checkpoint， 你有选择性的是不是要做 checkpoint 啊 ？checkpoint 呢，就是说我要这个将 NameNode 的内存啊序列化成 FS image 啊，还有这个安全模式还要加等待 data node 上报你的 block 啊，上报你的 block 是吧？那这是一个启动的一个过程。那么你看这里的话，哎，这里是啥？大家可以看这里。HTTP OPSE 啊，8084对吧？8084 get general node 是吧 ？JID 啊，它就相当于是对吧 ？JID， 然后这个是什么？是吧？存储音放啊，这个先不看。嗯，这啥东西？你看这里，6361545443是吧？啊，这个是啥啊？其实这个呢，就是 ID log 的编号啊，就是说每一条 ID log 啊，它生成每一条 ID log 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编号，啊，都会有这么一个编号。也就是说呢，当你这个 name node 它加载完了 FS image 的时候，它要进行一个回放，啊 ，ID log 进行一个回放。那么回放的时候呢，它是获取哪？啊，获取哪？是吧？我们看一下啊，然后它获取 ID log 的时候呢，它明显是啥？明显是获取的 general node， 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4.5啊，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有一个 ID log 对吧？这是 ID log， 然后呢，这个呢是正在写入的这个 ID log， 然后这些东西呢是你的 FS image，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18:43的时候反序列化了一个 FS image， 然后在这个17:43的时候反序列化了一个这个 FS image， 从内存里面啊全量。那么这个是 K 这儿啊，大概是占5G啊，5G 啊，序列化文件是5G。那么我们的文件数呢，就是啊，大概是3000万个文件数啊，一共是6000万个对象啊，是吧？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当我加载了这个 FS image 的时候，当然可以看一下它加载的是9091啊，611 9091，然后这里是。这里它已经滚动走了，它默认只保留2个 FS image 啊，2个 image 之前那个已经被滚动走了，它被删了，对吧？那么当它加载完 FS image 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不是没有回放本地的 ID log， 它回放的是谁？它回放的是这个又是谁嘞？8480是吧？8480是谁？
看一下啊。这个8480，来一下啊！他出了一个文件，说下载一个文件，啊，他拉了一个文件，然后，好，我们看一下这个8480的一个端口啊，8480端口，然后看一下它是，它最终是这是 node 啊，这是 node 对吧？啊，它这是 node，这是 node 是啥？哎，同学们，这是 node 一定知道是啥啊？这里我就不问了，你前面老师是应该讲过啊，这是 node 是吧？这是 node 是我们的共享存储，是吧？共享存储对吧？是我们的共享存储，也就是说呢，它启动完了之后呢，它其实并没有加载我 HDFS 本地的 ID log，是吧？并没有，它其实是去 general node 啊去拉取啊 general node 去拉取，那么它 general node 它的文件是什么嘞？
哎，这就是 GenNode 它本地存的这些文件啊，这些文件。然后他就看这里并没有 FS image 是吧？因为 FS image 只在 active nameNode 的 standby nameNode 上有 ，GenNode 只是做一个共享存储。然后它拉取的时候呢，拉取的是这个啊，63163615 63615 63615 6361545 436361545 43这看到啊，再对一下啊，6361545 436361545 43哎，看这里是吧？他找到了这个文件啊，找到这个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呢，你看这里是它有一个范围啊，它从这里开始结束，那么它获取的时候呢，是获取啊这个文件啊这个文件，然后在这个文件以及下面所有的文件啊进行一个回放啊，你看就是说我们下午重启的时候，然后它又产生了这么多 ID 老总文件，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是它我要现在重启的话，它肯定会加载这个文件，是吧？它肯定会加载。你看这个是63642407，63646是吧？这个是比较大的，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当我重启 nameNode 的时候，它其实会首先加载 fsimage，它会加载这个，对吧？它会加载这个，加载这个。那么这个呢是63646536423243，是吧？我们看这里啊。记性不好啊，63646546，好，63646536543243，看这里，对吧？就是当你加载这个 fsimage 的时候，然后它这个其实就是15编号，这个15编号呢跟这里的这个15编号是一样的。跟这里这个15编号是一样的。当你加载它的时候，啊，当你加载完它的时候，它要加载下一个编号63646534，是吧？那么它加载完了之后，它会加载63646325这个编号，对吧？那么它就会从 GenNode 里面去找到这个编号，发现63646325正好是它的一个下午编号，那么它就从这个 ID log 开始回放，一直回放到这里，啊，一直回放到这里，那么它就是这么找的，是吧？那么我们 GenNode 是有三个的，是吧？是有三个的，那么看它怎么去拉的呢？它有的是有 log of 一啊，但有的时候呢是 log of 二，是吧？有的呢是不是有 log of 三，对吧？啊，不管它怎么拉，是吧？我们看看它的 ID log 是不是一致的。刚才是哪了？63646534。哎呀，我这记性啊！63646534，这是吧？这是吧？63646534，然后呢，我们再看这边，
这是吧？啊，三个真人 note 上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呢，它只要拉取拉哪个都没有关系啊，拉取哪个都没有关系，5685。所以说它这三个真人 note 呢，深圳的 ID log 文件都是编号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啊，编号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哎，这里你就可以很好理解了，它不管拉哪个啊，都是对的啊，都是对的。它可能是一种负载均衡的方式去拉，是吧？去做这个东西啊。那么所以说你巡检的时候呢，看这，看一下这里啊，这里这是我们的真正的一个管理节点啊，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这里啊。写这个段开始是这个编号，是吧？稍等，刷新一下。啊，我们看这里这个真正的是不是正常啊？是不是正常？然后呢，现在正在写入的啊，是这个。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啊，看一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写这个段的时候，开始是在这个编号，然后239、242这三个机器，发现它写这个编号的时候，就正在写这样，就它的编号是一模一样的，是吧？是一模一样的，说明它们之间是同步的。啊，是同步的，写的时候是同步的，所以有时候扫一遍啊，可以看一下就可以了啊。好，然后其次呢，就看一下这些存储啊，这些存储，如果是70%，我们是达到75%以上啊，达到75%就是去告警，但这个呢，我们又是有短信告警啊，短信告警是吧？然后再就是看这个有没有退役的啊，退役之前是啊，之前是做过一个退役啊。啊，这个先不管，然后再看这里啊，这里如果超不过5%的话，啊，超过5%的话，说明你的磁盘是不均衡的，啊，磁盘和磁盘之间是不均衡的，这里超过5%，啊，5%以上，那么这时候你就该做 balance 了，啊，该做 balance 了，是吧？你可以看看这里，啊，这明显你看都不太均匀，对吧？都不太均匀。啊，当然这个存储也是异构的。你看这三个都是36.367，存储均匀差不多，是吧？然后这两个也差不多，啊，这个比较多一些，啊，这个比较多一些。但是你的机器多了之后就不太好看了，所以说你要看这个指标，啊，看这个指标，达到5%啊，就说明你要这个做 balance 了，啊。然后这里。在复制中的框有这么多个 block，它副本啊是没有，就是副本是不够的啊，副本是不够的啊。那么出现这种问题，你就要去看一看了啊。我们这个测试机器没关系，一般来说产线环境是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啊，它需要有一段的一个时间。啊，还有这里是吧？data 内的这个坏的这个卷啊，有磁盘坏了之后，它也会在这里显示，是吧？行，嗯，好，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CM 啊。CM 的话，比如说我们在 HDFS，HDFS 其实 CM 是非常好看的。一般来说，我们看 CM 的话呢，就看有没有小红点就可以了啊。然后出了问题之后，我们才去看啊，看这个东西。但一般来说，巡检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啊，比如说。HDFS 它有一个容量是多少啊？
然后这些东西呢，看看有没有特别异常的，有没有特别异常的啊就可以了。就是一般来巡检的话也是没那么困难，没那么困难。然后呢，这里有个 lymph node 啊，这里你要看一下 lymph node。lymph node 是不是有两个啊？是不是有两个？然后有个存在隐患是吧？那么活动的啊，来看一下 active 的啊，它的一个事务数啊有没有暴增啊？这个呢，这个事务呢，我们曾经呢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的 lymph node 的文件数呢达到1亿以上啊，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也可以正常工作。就怕什么？就怕突然写了大量的在短时间内写了大量的文件啊，这时候会导致我们的 lymph node 会发生异常。我们也会看一下这种事务数到底有没有特别异常的东西啊。虽然说它可能没有造成主从切换，那么这时候有可能。啊，会有一些异常的波动在里面，可能是比较危险。就找到它到底是哪个业务引起的，有可能明天这个业务就影响了我们的 lymph node 的。好，这个事务数呢，就是说看有没有特，就是说 RPC 请求特别多的那些啊，编辑日志啊，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啊，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图片，稍等啊。稍等一下啊，那个图片被我给切了。那个图片呢是看到我们的那个图片是我们的文件数怎么是过亿的啊，一个过亿的一个总数到底是谁引起的啊？然应该是在我电脑上的微信上面，然后我等会儿截图给到群里吧啊。平均同步时间啊，打开 RPC 的一个连接，这个看有没有异常 RPC 的工作的一个负荷啊。RPC 工作的负荷大家。应该都清楚，包括创建啊、删除啊、完成啊、添加框、获取列表啊，所有的这个东西也是在审计日志里面啊，审计日志里面可以看到。那么审计日志是在哪儿呢？啊，这里是吧？就这个是吧？好，这个是吧？比如说打开的是吧？你打开什么呀？打开的是这个文件，那打开的是这个文件是吧？它有很多很多种类型啊，其实这些日志呢，一般我会存起来放到 ES 里面，有时候会进行一个搜索啊，然后我们之前做的是把这个 active lymph node 上的和 standby lymph node 上的这个审计日志，然后呢以 flume 的方式才去采集完了之后写入卡夫卡，用 flink 去做分析啊。如果说我们监控库表啊，如果有人对这个库和这个表的这个目录做了删除的一些操作，我们就会告警。啊，同时呢，我会把这个日志呢做一个聚合，啊，做一个聚合，啊，到底哪个目录下面的 RPC 请求会比较多？啊，最初我们有做过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些大体。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啊，应该是看不出什么问题啊。啊，真人肉的啊，对，三台真人肉的啊。存在隐患啊，先不管它，是吧？主要是看 name node 和 join node 这个节点啊，其他的 data node 呢，就从那个我们这个页面上去看有没有挂掉啊就可以了啊。巡检其实很快就过去了啊，但是需要养成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有的时候告警，有些东西告不出来，就比如说在这里啊，它有 file 的话，这里会有啊一堆东西。啊，容量是不是超过阈值？啊，用完我们超过75%就要告警。啊，像这里，好，看一看这里，送文件数此值代表着 HDFS 存储有多少个文件，该数值警告值是5000万啊。我们当时定的是这个，我们的文件当时是，是这个啊，这个，我们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当时这个文件数是8000万，啊，是8000万的这个文件数，啊，8000万的一个文件数。那段时间呢，总是做一些主层切换，那么的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当然也不是全跟文件数有关系啊，包括它的一些 RPC 请求过多也会引起这个东西啊。后来呢，我们进行一个优化啊，就按照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些优化的时候啊，怎么找到？空文件找到小文件，找到冷文件啊，怎么定位它？定位它了之后就去优化作为处理，啊，小文件来源是由采集过来的文件，就是小文件，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作业产生了大量的这种小文件，啊，去找到这些东西，然后去优化，优化到了从8000万优化到了3000多万，啊，从8000万优化到了3500万，应该是说，啊，优化了60%以上的小文件，其实。包括各位也是啊，包括各位在工作之中，其实有你们的集群里面的文件，其实绝大部分，我相信50%以上可能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基准，根据我们的业务情况啊，一般来说呢，不会超过5000万，超过5000万我们就告警，我们去说一下啊。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呢，后来呢，我们就不太关注这个文件数了。后来这个文件数偷偷摸摸的涨到1亿了，啊，涨到1亿了，是因为我们有个业务啊。有个新上了个业务线，那个业务呢，在作业呢没有进行优化，写入了大量的这种小文件，导致我们的文件数过亿。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通过什么？通过这套程序啊，集群治理平台，最后捕获到了到底是哪个业务？你想想，我们有三十多万个作业啊，大概有700多万个目录啊，700多万个目录啊，就是我们集群里面啊，集群里面。就有大概是千万级的这种目录啊，你怎么找到这些目录到底是哪个增长的呢？就是靠我们这套平台。后来我们捕获到，原来那个文件就占了6000多万，所以说过亿了。把它优化掉之后，就降低到5000万了。但是它并没有出现一些故障啊。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些故障的原因是说，啊，原因是说呢，它你的文件数高点没关系啊，你慢慢的增长也没有关系，就怕你突然增长。啊，它会导致一个主层切换，啊，主层切换，总容量，啊，占比啊75%，有超过啊就要告诉我们的业务侧，你需要清理。如果说实在是发现业务侧也清理不了了啊，那么今天晚上大家都不要睡觉了，啊，一定要降到75%以下。那怎么是降呢？可能有一些大表我们要降副本，啊。然后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比较晚了，找不到人是吧？超过75%了，我们必须要解决它。然后对一些大表啊降副本，降副本之后它就下来了。等你解决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副本给升上去，给升上去啊。就是我们一定要一旦到了75%以后，就要去解决掉啊，不然有时候集群可能就可能会影响啊其他的这种业务啊，这是我们定的一个规则。啊，平均占比也就是5%是吧？啊，5%。
比如这里，啊这里，这里你超过5%以后啊，你就需要你要做 balance 了，做 balance 了都要看一眼啊，因为班这因为这个东西它并不会告警，对吧？并不，比如说你一个月都不看，你一个月都没有巡检，可能这里早就超过5%了，是吧？但是有时候你每天扫一眼，你就知道啊，它该不该这种 balance， 是吧？嗯，断开的这个节点，那、啊、死亡的这个节点啊，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吧？包括这些，啊、这个东西啊，好，啊，这张 note 刚才我看了啊，这几个编号要同步。啊，要是同步的，要是一样的啊，看着都是要一样的。然后坏卷啊，看这里、啊，这个是我们的产线环境上面啊，我们去巡检的时候会发现的啊，一个磁盘坏掉了啊，然后呢失败了，然后呢它的容量是3个多 T 啊，是这个东西啊，它的路径是6个，对吧？一般来说呢 data node 有个参数啊， data node 有个参数，当你的有一块磁盘坏掉了之后，它 data node 就不能用了。那后面我们可能会讲啊，我看之前老师也讲过这个问题啊，当你这个 data node 这个卷这个磁盘啊坏了一个之后，又是 data node 它就不能用了啊，它就停了，是吧？这时候你要设置啊，不要你坏一块盘，整个节点就不能用了。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啊，它这里啊有个盘有问题，是吧？这是我们巡检出来的，然后呢啊已经报修了啊，已经报修了啊，报修跟谁报修？我们去跟云那边去，云部门的同学去报修啊，他们去检查啊，这个磁盘已经坏掉了，是吧？啊 ，name node 的巡检呢，看主备是不是活着，是吧？它的状态是不是良好啊？状态是不是良好？然后呢，编辑日志同步平均时间是不是过高？啊，编辑平均时间是不是过高？一般在几毫秒就同步过去了？啊，什么叫同步呢？编辑日志同步什么是什么意思嘞？谁跟谁同步呢？做个面试题啊，编辑日志同步谁跟谁同步啊？啊，这道同学写在这里啊，这道同学写在讨论区里面啊，谁跟谁同步啊？然后 RPC 队列长度是不是过高？你看我们打开的连接是有时候是在3000左右，是吧？工作负荷啊是在排队的呗啊，然后调用队列的一个长度，这个长度还好，基本上没有什么长度啊。工作负荷呢是说这段时间来了多少个请求，比如读的请求、写的请求，对吧 ？Open 的什么 List 的啊请求，然后队列处理的一个时间啊。这个图应该不是啊，这上面这个图呢应该是我们产线环境的，这个图看着不像，因为一般来说你队列时间不会说是零啊，一般的时候都会排两队啊，都会排两队，是吧？然后队列。时间上我来看一下线上啊，稍等啊，我来看一下线上。线上的系统还是不能给你们看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队列长度啊，也是在队列长度还好啊。然后呢，处理时间啊，处理时间的话，可以看到这是最大最小的一个平均，一个平均也是在，一两百毫秒啊，200多毫秒，有时候会更低啊，会更低啊。处理时间啊，队列的长度呢，一般是在，最大的有的时候会在5000这一块啊，不到5000啊，就是排队的啊。什么叫排队呢？啊，队列长度啊，队列这个长度有时候会达到5000啊，一般的话会在1000以内啊，1000以内，有时候会特别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峰值，还有峰值。那么什么叫这个排队呢？啊，还有刚才我提问的，什么叫编辑与同步的一个时间是啥？啊，排队又是啥呀？啊，为啥会排队？那 JVM 内存的一个时间，我先说吧。啊，为什么编辑日志的一个同步时间？啊，什么叫同步呢？咋没人回答呢？啊，什么叫同步时间？这是 active 你们弄的，啊，这是 standby 你们弄的，是吧？那么这里呢是 general 的啊，general 的啊，写啊拉，对吧？啊，在这里去写，这个是拉啊。也就是说呢，当你这个，比如说什么时候会产生 ID log 呢？就比如说当你写一个文件的时候啊，这 client 对吧？client 当 client 的时候，在向 nameNode 写一个文件的时候，nameNode 会记录这个日志，会记录这个文件，是吧？那么这个文件的，对这个文件的操作呢，会同步到这个 Django 里面来，啊，它会去写，那么写呢，有两个写成功了，它就认为是成功了，啊，有两个写成功了，它就返回了，啊，说你写成功了，啊，那么这个同步时间呢，就写一半半数以上的，啊，半数，这个以上的，你看这个半数是1.5嘛，是吧？你写两个，就是半数以上写成功了，同步成功了，那么。它就算是成功了，那么这个时间是吧？一般来说，这个时间会非常非常的短啊。如果说看的比较长的，说明你这个就有问题了啊，会写的会比较慢啊。拉大一点那么队列的时间啊，队列的长度是啥？是吧？队列的一个处理时间是什么？是吧？那么，就比如说，当你执行一个作业的时候，这个作业读了一个目录，这个目录下面有多个文件，对吧？有多个文件。那么当你读，比如说10万个文件，你每一个文件都会产生一次 RPC 请求。然后突然咔来了很多个文件，是吧？那么它当然处理不了了，它就放在一个队列里面，啊，它就放在一个队列里面。nameNode 我们读源码的时候啊，在后面我们读源码的时候会给大家看啊，我们是有源码的啊，源码阅读是吧？源码阅读啊，读源码的时候，比如说运维增强源码深入、故障排查源码深入，还有流式计算开发源码深入。读源码的时候，我会跟大家看，其实，在 nameNode 里面会有一些队列啊，会有很多队列在里面。啊，大体分为就是两个，这是一个队列，是吧？这个队列呢，它是接受客户端的请求啊，客户端的一个请求，还有一个队列啊，还有一个队列，它是接受 data node 啊 DN 的一个请求啊 DN 的请求。一般 DN 的话啊，它要上报 block 对吧？注册啊，就是我这个 DN 呢要 data node 是吧？我上线了之后，我要进行一个注册，注册。
然后呢，注册完了之后，他要上报他的 block 啊，然后比如说你有一千个敌人啊，一千个，那么会有一千个这个 node 会走这个节点啊，比如说你上报 block 什么的。一般来说，当你这个 DN 呢上报请求的时候，NIM node 的同时呢会告诉你干什么，回复你一下啊干什么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个处理队列呢，就这个客户端的一个队列啊，就是一个当你的作业读取文件的时候，或者说你在这个命令行里面。或者说你在这个命令行里面，比如说这个 HTTPS 杠 FS 杠 LS 这样的话，它会产生一次 RPC 的一个请求，是吧？DFS 这样它会产生一次 RPC 请求。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list 啊 ，list 就这里，就是这里。这里是吧 ？list 获取列表的一个操作啊，就这里。你看这个操作其实是并不多，对吧？几百个啊，并不多。一般获取块的位置的时候啊，会多一些啊，多一些。当然这是我们的测试环境啊，这是测试环境，实际上会高很多，会高很多。那么当你这个。当你不管是 Spark 作业、Hive 作业或者 Flink 作业，不管什么，或者说你手动命令敲的时候，然后它把这个请求都会放在这个队列里面。那么通过看这个队列的这个长度，如果说你这个队列的长度越长，说明你的处理能力越低，因为你排队的人很多，你处理能力是不是特别低？对吧？你处理能力特别低。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处理时间，是吧，你的处理时间还特别高的话，也就是也代表了你的处理能力比较低啊，那这时候你要调参啊，调这个 handle 啊， handle 调参，我们调过这个参数啊，把这个参数调一下，就快几个数量级啊，在我们产线环境是调过这个东西的啊，快几个数量级，然后它突然队列的长度就会变低，处理时间就会变长变短很多啊，它就进入排队。那么当你我们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之前出现一个问题，就发现队列特别长，耗时也特别长啊。那么这时候你发现我们在这里，你要打一个命令的话，要好几秒钟啊，有的时候会三秒或者几秒的时间才会响应你的这个操作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里排队了啊，这里排队了，处理不过来了。那么这个的影响呢，就是说不管你扩容也好，你加多少 data node 啊都没有用，因为你 NIM node 始终是一个，对吧？始终是一个。所以说你要在我们的这个看呢，一般都会看，是吧？这个连接咱就先不说了啊，这个连接不说了，就是队列啊和队列的一个时长，这两个指标是非常相关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指标啊，性能的一个指标。队列长度是否处理时间是否过高，对吧？这里长度啊，时间。那接外面对战啊，接外面对战的一个问题啊，这是 CPU 的使用率啊。如果说这个 CPU 使用率蹭比较高的话啊，说明你可能发生的 GC 接外面的 GC， 后面我会讲为什么发生 GC 之后，它的为什么 CPU 过高可能会有 GC 有关啊，这是 GC 的一个特征，对吧？然后这是接外面内存的一个使用情况，分给的是195个 G 啊，用了98个 G， 对吧？交互的一个线程，然后垃圾回收的一个时间，可以看到它基本还是在毫秒级，是吧？在这个毫秒级啊，目前来看呢，不影响我们的生产。
我看一看我们这个测试环境它的信息。那这个时间倒很高，是吧？这个测试环境的这个机器时间倒是十几秒了，是吧？反正也是测试环境，真不管它啊。看30分钟啊。刚才它是应该是累加的啊，累加的。因为你看几天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累加啊，它会累加。然后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也是在毫秒级，是吧？有个毫秒级。那么的内存啊，用了多少是吧？相对充裕啊。那么的机器平均是1毫秒，最大是4的机器相对于正常啊。这个那么的一个机器。好，磁盘的一个延迟是吧？磁盘延迟一般来说都是非常低的啊，都是非常低的。如果磁盘延迟过高，说明你的磁盘可能有问题，你可能是负载会过高，啊，负载会过高，啊，一般说 NIMM node 上延迟是比较低的啊。还有 DT node 的一些巡检 ，DT node 的巡检，然后该清单主要零点播放 NIMM node 中节点啊，可以看这个。然后你看，上图所示原先部分代表该节点存在坏卷，有可能是文件系统损坏，也可能是坏盘。需要登录主机去查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有一个坏卷啊，这有一个坏卷。这里代表已经断开啊，这个版本呢，是我们看是之前的一个版本，现在看不到了，是吧？那么集群存储。集群存储超过这个阈值，75%。好。就是当 ADFS 页面两个参数接近阈值时，需要清理。我们定了两个，一个是文件数超过5000万，就要去处理了。然后呢？存储呢超过75%啊，都要去解决啊，必须要解决啊。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啊，这应该是个小案例啊。然后呢，集群存储使用率接近75%，就通知业务侧的数据啊，所以现在我们是有一些告警啊，我们会每隔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啊，会告警现在的这个存储是多少。如果存储过高。如果存储过高，其实我们不用去找业务人员，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集群治理平台啊，就是下面我们这个集群治理平台，我们就找到是谁啊，就能找到是谁。务必将存储降到75%以下。四个主要项目经理是谁开始跟进是吧？然后通知啊，电话通知项目经理啊，这其实是以前的一些操作，当我们没有集群治理平台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啊。但有的时候呢，运维人员呢，有时候。算了，我不自己看了，我直接告诉项目经理说你们集群该清理了，至于你怎么清理，你自己去清理去。有时候我们也不是说管得那么细啊，我直接告诉你去清理行了，你实在清不了再说，是吧？那无法完成降到75%下目标时，通常降副本的方式降存储。可以降副本的有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校库啊，这个是个大表，对吧？什么时候降副本？降为两个副本啊，这几个表啊，我们降副本啊。然后这个目录为 MR 加工的临时目录，7天以上的数据可以清理啊。这时候呢，也可以清理啊。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这进行一个备案的啊清理。那么这些临时数据的清理，我们清理的时候就不用放回收站了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目录下面文件数超小文件超多啊，这个是我们的采集目录啊，是我们的这个。上网日的一个采集目录，一般来说几十兆就来一个啊，文件数呢有时候会超过300万啊，就是说呢每个省呢它上面上的文件会放在这个目录里面来啊，这个文件，
这个目前我没这么，我们不这么干了啊，我们通过 Spark 去处理这些文件，啊，去处理这些文件。那么清理回收站啊，每天早上8点，定时任务执行清理回收站啊，将脚本，这个脚本将清理这些其他用户的啊，这个是什么目录转掉，这个目录转掉啊，可以手动再删除。首先这里呢，每个用户，我们这里是有多个用户的啊，每个用户下面呢，它会有这种回收站啊，回收站。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每天8点呢，会把这个回收站放到它豆腐目录的回收站里面来，到时候呢，再统一去清理就可以了。啊，通过这个命令啊 ，do-s-h 这个命令，你就可以找到，啊，就可以，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回收站下面它的数据量是多少，这是单副本啊，啊，然后呢，这样删除就可以了，啊，进行一个删除，这个删除肯定就全都删了啊。平均负载和磁盘的一个存储啊，目前集群节点的磁盘使用率普遍高的70%以上，存储也就将这样建议扩容啊。这是我们看这个节点啊，存储在70%以上，平均负载如果超过 CPU 核数的2倍，就有点高啊。如果5到10倍以上就很高了啊。就是我们在上次课说的啊 ，top 这里是吧？当你做 top 的时候，其实这个CDH 是吧？CDH 它其实也是这么取的，也是这么取的，它是什么平均负载，如果超过 CPU 核数的2倍就有点高了啊，也就是说，也就这里是吧？我们是24，这个是24核啊，24核是吧？如果说你是48，那就很高了。如果你再高的话，就有问题了啊。就很高了啊！我们之前排账的时候会发现，有规模个别节点，它的平均负载会达到600到700，甚至是达到1000。啊，后面我们会有排账啊，排账的时候我们会，它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一个作业它在那跑的时候，发现它跑了很久了都没有跑出来，是因为这个机器上的平均负载特别高，啊，就是这个集群上已经超负荷了，它在。这个上面节点上运行的作业都很慢，你们那时候去怎么去处理啊？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排障啊，排障。其实在这个运维过程中啊，你首先运维是什么呀？运维不就这个搭建是吧？监控、调优、排障。是吧？经营是这个，一般搭建来说，搭建一次就可以了。那么监控呢？监控秩序建立好之后也就不用动了。那么你在后面，它有一些日常操作包括比如说什么呀？开通个权限，是吧？开通，收回权限。或收回权限，对吧？然后建设接口机啊，然后申请数据导出啊，这是一个日常的操作。我们是有一个工单系统啊，工单系统，这工单系统里面有很多操作，很多操作啊，包括这个。接口机的申请，还有目录的权限的变更，等等一堆的操作，这是日常操作。除了这种日常操作呢，它的事情是比较多。那么其次之外呢，就是排障。啊，你会发现集群中呢，总是有时候会有那么些故障，根据我们这个故障呢，再去进行调优。啊，并不是说一上来就调优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往哪调，对吧？是有了问题之后我们再去调啊，所以说有时候排障和日常操作这个有时候会多一些啊，会多一些。好，我们快点讲啊，啊，巡检参数对吧？啊，有时候呢，这个巡检参数呢是一般来说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讲的时候，第一次巡检的时候会巡检常数，比如你炮大小、负值因子，对吧？是不是对的？然后呢，这个数据目录是不是放，是这个数据目录是在什么地方啊？能不能数据目录是不是在 read 一上啊？通常两块盘主要数据的可能性啊，目前呢该节点就一块盘，可能是有问题的，对吧？尽量放在这个两块盘。还有这个啊，这个函数是不是根据集群规模可以调整？当你的刚才我不是画了一个队列吗？当你这个排队啊过多的时候，你可以调这个参数啊，后面我会再说啊。还有这个数量啊，这个数量，然后对站的大小啊，不一一说了啊。然后最大传输的一个线程啊，还有就是 data node 对站的大小，一般 data node 和 data node 都不用太多，而且 nim node 和内存占度是比较大的啊。是比较大的。好，那么巡检大概讲了。巡检其实一般来说，巡检一个集群是比较快的，就巡检完了啊。但是如果对于初学者来说，啊，建议你什么，好好看看这上面的参数，每个参数什么意思，对吧？就你有时候你从一个点啊，你从一个点，就比如说有这么多的文件数，对吧？有这么多的 block。我们可以看到，有3263万个文件数，这里呢有3253个 block， 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文件特别小，对吧？基本上一个文件就一个 block， 说明你的文件特别的小，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可以要小进行一个小文件的一个治理，啊，小文件的一个治理，对吧？那么文件数呢，它要对应的 block 呢，有分布在不同的记忆上。那么 name node 的两个关系是啥，对吧？两个关系，啊，第一关系，啊，面试啊，第一关系是什么？啊，第二关系是什么？看有没有回答上来啊？因为得有两个关系，对吧？那么从这一个指标你会看到了啊，它的 block， 它的文件数是比较小的，对吧？那么这个 block 它有三个副本，会放在这个 data node 上。那么对于 name node 来说，它的元数据是有两个关系的，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对吧？当你增加一个文件的时候，它会什么？跟 data node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data node 里面有什么样的关系，对吧？当它发生重启的时候，啊，发生重启的时候，加在 fs image 的时候，它会读取 data node 上的这个 ip log 啊，所以说跟 data node。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什么样的关系，是吧？当你的 block 啊，当你 block 啊，它有很多个副本啊，还有一些 block 的副本根本就不够，对吧？还有一些 block 的副本呢，可能是比较多啊，等等。就是希望同学们通过看一个指标，可以随着这个指标开始蔓延。知道所有的东西啊和理论啊，通过这个巡检啊，通过看这些东西啊，通过巡检啊看，然后以后你知道这个理论之后，巡检就非常快了啊，基本上一扫啊没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啊。好，休息5分钟吧。
好，我们继续啊，然后32条油啊，32条油，前面老师应该是讲过一部分啊，然后呢，我们就大概再过一下啊，32条油呢，也有时候也不能叫条油，就是说一些配置吧啊，尤其是在产线环境啊，在产线环境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啊，nim node 啊，nim node。这个东西什么呀？指定一个本地的文件系统，决定 NN 在何处存放 FS image 和 ADLog 文件，可以通过逗号分隔指定多个目录，默许我们产线只配置一个目录，并存放在 read 一和 read 五上，啊，read 一和 read 五上，是吧？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环境啊，我们这个环境它是。啊，它是保存在这里的啊，保存这里的话，OPT 下面是吧？df-h 是 OPT 下面，OPT 下面，它就是在系统盘，放在系统盘上，就 read 一啊，read 系统盘是 read 一啊，这些都是 read 零啊，这些都是 read 零啊。那这个目录要规划好啊，一般放在 read 一上或者 read 五上啊，但是你如果要非要放在 read 零上，行不行也行，没有问题是吧？因为 standby 还有一个呢，但一般来说，我们尽量还是放在 read 一上啊。还有数据目录啊，数据目录指定 DN 存放的数据目录的本地盘，可以通过逗号分隔指定多个目录啊。这个呢就必须是做放在 read 零上了，这些盘，这些盘啊，裸盘是吧？read 零上啊，一块盘啊，没有冗余啊，没有冗余。啊，数据副本这个不用说，还有 block size 啊，block size 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是你文件特别小的话，你设多大都没关系啊。目前我们产线环境上设的是一个 G 的大小，啊，一个 G 的大小，啊，一个 G 的大小。那么我问了，如果是有个10兆的文件，那么它的，啊，如果说我们的 block size 是一个 G，有10兆的文件，那么它占一个 block 是吧？那么这一个 block 占用的空间是多少嘞？啊，同学们在这个讨论区里面发一下，空间是多大？好，你们先说着啊，知道的说一下啊。HDF 做均衡式的带宽啊，这个来说就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这个里面，如果说是大于5%的话，那么你要做均衡。那么做均衡的时候呢，它 data node 和 data node 之间要交换数据，是吧？要交换数据，交换数据后，那它带宽是多少啊？这里呢，为了不影响我们这个，不影响我们产线的加工啊，这个一般来说不要设置太大啊。目前来说呢，我们设置的是，我记得是50兆啊，好的时候会是50兆，所以说有的时候 balance 的话，有的时候会执行半个月执行半个月才能结束啊。磁盘损坏，这个就是这里是吧？电源多少块磁盘损坏后提供服务，默认是零啊，即一旦任何盘故障，DN 直接关闭。对盘较多的集群啊，比如说这个有12块盘是吧？还有像那个之前那个谁，之前哈哈那位同学啊，哈哈在吗？啊，哈哈也在是吧？这位同学他们是20多块盘是吧？那么这时候你可以调一调，可以调一调，不然的话有一块盘坏的时候，你的 node 就用不了了啊。哎，同学怎么都不说话嘞？那么数据传输的一个连接数，data node 呢可以同时处理的数据传输连接数，啊，数据传输连接数。那么，即在 data node 内外传输数据使用的最大响应数，官方呢将参数命名改是这个，默认是这个，推荐值呢改成这个啊。我们产线环境呢是已经改成这个了啊，就是
让它的这个数据传输能力增大。线程数这个对吧？这个 name node 用于处理 RPC 调用的线程数，默认为10，对较大集群配置好的服务可适当增加这个数值，来提升 name node 的 RPC 的并发度。那么该参数建议值呢？是这个东西啊，是这个东西。那么如果说你有800个节点的话，产线环境配置在建议在500到200之间啊。曾经呢，我们的这个RPC 请求呢，有的时候大概是在以前是在100多毫秒的一个范围，后来我们调了之后呢，会在10毫秒以内十毫秒就把它调大了单纯的把它调大了一些，这个效果调这个参数效果是比较明显。如果说你调大也是没有用的，说明呢你的 RPC 请求过高了我们就遇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调了之后发现 RPC 请求时间延迟就这个你的 RPC 请求队列长度对吧？你的队列长度队列长度和处理时间队列长度会变长，队列时间呢会，队列处理时间呢也会变长，也会变长，对吧？那么这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调参已经不管用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呀？有些办法就优化你的作业，对吧？通过查看这些审计日志刚才我给同学们是不是看审计日志了？通过查看这个审计日志就比如说这个。我看它这个上面开启审计日志，通过你的审计日志去查看，到底哪个作业哪个目录哪个目录它的 RPC 请求过高，那么这时候去优化它就行了实际上呢，我们从业务上去做优化，其实是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作业它的 RPC 请求确实特别高特别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优化它的作业原来呢，比如说它有300多个程序是分别加工的，是需要扫描300次那个原文件。后来呢，我把它合并之后，只扫描一次就可以了，只扫描一次，那么这时候它的 RPC 就下去了，这些参数所以说呢，这个参数呢，一般调的话，没有调优过，它的效果很明显。但是你如果调优过的话，然后发现你调参数没有用的话，你就要从业务上去做优化。但一般来说，小集群用不到这个情况。一般来说，每天具有大量作业大量文件的集群才能遇到这个情况。这个是处理 name node 的上包的一个。线程数是吧？data node 处理 RPC 请求就是这个参数。那么 data node 呢，用于处理 RPC 调用的线程数，默认它是3，是吧？可适当增加这个数值来提升 data node 的 RPC 请求变化度。线程数的提高将增加 data node 的内存需求因此不宜过度调整这个参数。我们实际环境是10是10。为什么 data node 它要考虑这个内存需求呢？为啥嘞？不明白。发现这个同学问题也不说话就说一般来说，我们 data node 上会有是不是会有一个 node manager，是吧？我们要把这种内存呢，给了这个样，是吧？尽量把内存给了样，就比如说这个机器有128G，是吧？假如说你把50G 给了这个 node，那剩下是吧？剩下也就6、7十G 内存供计算了不划算，对吧？你应该让 data node 呢尽量稍微少占一些内存。比如占个10G 或者说4G 给他，是吧？然后呢，这个线程数就是说这个也不宜过大不宜过大，给十就行
好，然后 data node 的最大传输线程数啊，指定在 data node 内外传输的这个线最大线程数，这个值指定 data node 同时处理的最大文件的一个数量啊，推荐这个值调大啊，默认是26，可以调到这个，调到这么大是吧？然后读写数据的缓存大小啊，设定在读写数据的缓存大小应该为硬件分页的一个两倍啊，我们产线反应啊配的是这个6536，这个呢读写数据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吞吐量的一个提升啊，还有就是冗余数据块的一些删除啊，在日常维护还都不进行过程中发现有这么一种情况，某个节点由于网络故障或者 data node 进程死亡，被 data node 判定为死亡是吧，就是说你跟着网络故障是吧，某个节点由于网络故障或者说 data node 的这个死亡啊，然后被 name node 判定为死亡啊，那么呢这时候 HDFS 啊马上自动开始数据块的容错的一个拷贝是吧，那么该节点重新添加的集群的时候，由于节点上的数据其实并没有损坏，所以造成 HDFS 某些 block 的备份数超过了设定的备份数，那么通常情况通过观察发现是吧，这些多余的数据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被完全删除掉，那么这个取决于啥嘞啊，什么该时间的长短跟数据块报告的间隔有关系， data node 会定期将当前的该节点上所有的 block 信息报告给 name node 啊，参数是由它啊来制定的是吧，你多长时间报告这个 block， 后面我们会讲一个案例，就是说在大规模集群里面的一个重启的一个策略啊，重启对吧，重启的时候在尤其是大规模集群里面你是不能随便，你是重启是有策略的，不然的话你的 name node 就起不来了啊，为什么对吧，为什么就跟你的 block 汇报有关系啊，汇报有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回默认会一小时，也就是快报告时间间隔为一小时，所以说经过很长时间这些多余的话它会删除掉啊，然后呢你可以把参数稍微调小一些啊，多余的话啊很快就被删除掉啊，如果说你存储呢够用的话是吧，你就不用管它啊，不用管它，如果你想快点的话啊，就这个就是稍微小一点。还有新增块延迟汇报啊，当 data node 上写完一个块的时候，默认会立即汇报给 name node。在一个大规模的 Hadoop 集群上，每时每刻都在写数据 ，data node 上随时都会有写完数据块然后汇报给 name node 的这个情况，因此 name node 会频繁处理 data node 进行快汇报啊，快汇报会频繁的持有锁啊，为什么要持有锁啊？持有锁。因此非常影响其他 RPC 处理的一个时间，通过延迟快汇报配置可以减少 data node 写完块的汇报次数啊，提高响应啊，这个东西是吧，我们产线环境呢会将此参数设为无法好吧，就是当 data node 新写一个块的时候并不是立刻汇报给 name node， 需要等500毫秒啊，在此时间段内新写的块一次汇报给 name node 啊，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一般来说你看我们线上有30多万的作业在跑是吧，每天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同时呢跑的作业有的时候可能会上千个对吧，那么这时候呢同时都在上这个集群上写 block， 那么这时候呢如果说你每写一个 block 每写一个文件都要上 name node 进行汇报，那么它的请求 RPC 的请求是吧，比如说你每写一个文件它的请求是啥呀，它的请求是不是这个工作负载对吧，创建操作你每写一个文件它就要创建操作啊，一次 RPC 请求给它，那么它这里呢你通过这里的工作负荷你就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是吧，那么如果说你延迟的话，比如说这假如说你有要写10万个文件对吧，每写一个文件你就要汇报，那么要汇报10万次，如果你延迟500毫秒，这500毫秒可能
写了几啊，这五百行吧之内的可能写了几百个或者几十个，那么这时候呢，然后这延迟的这五百行吧一次要阿特西请求，这样会减少这个阿特西请求的一个次数，啊，阿特西请求的一个次数。然后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产线还原上实战的内容，尤其是在大集群里面。而且老师讲的这个内容呢，默认你对 HDFS 的题域结构已经很了解了，啊，已经了解了，对吧？不然的话，你听起来可能串不起来啊，串不起来，对吧？串不起来。就比如说上传一个文件的话啊，上传一个文件的话，啊，这是我们的这个 NumNode 的，对吧？NumNode 的，然后嘞，这是我们的 DataNode。啊，当你创建文件的时候，是吧？然后它会在这里创建一个文件，然后呢，这样在这里可以写数据啊，比如这个文件啊可以写数据，然后在这写一个 block，它多个 block，这个 block 写完了之后呢，由它来复制新的 block 到这里，在这里。然后呢，比如说你是三副本，由这个 block 呢，再到另一个 data node 上写一个 block，那么这三个 block 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对吧？但你所有的 block 写完了之后，这个文件，啊，当然还有其他的 block 啊，比如这有一个 block 是吧？然后呢，由它哎复制到这台机器上，同样的 block 对吧？那么这个 block 呢，再复制到这台机器上，啊，这个文件可以多个块，每个块有三个副本，所有的做完了之后呢，这个文件才真正的是写完了，那么是吧？写完了之后是吧？它就可以同步，是吧？同步给这个 GenNode 的啊，13byte 就可以去拉取了，啊，可以去拉取了，是吧？那么这时候呢，它写入的时候呢，啊，比如说一个文件做一次请求，如果说这时候呢，你多个文件一次请求的话，它会减少它的压力，啊，但是呢，不会减少 DataNode 的压力。DataNode 你该怎么写还怎么写，它主要是减轻 NameNode 的 RPC 的一个压力，那么。这里为什么这个 data node 到它，是吧？为什么不是一起这么去干呢？是为了减少流量，啊，减少流量。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 block 是10兆，啊，不，这个 block 是100兆。那么像这个 block 写的时候，它写的是一个100兆，然后向它去同步。那么它呢，再把这100兆的 block 同步给它，那么这流量呢就分散给这两台机器了，是吧？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 block 啊，三台机器。这个 block 啊，比如说向它同步啊，也要向它同步。这个 block 呢，假如说是100兆，对吧？那么这时候它的读取的数据量啊，是不是200兆啊？啊，向它整一份，向它整一份，那么出去的数据量是不是200兆啊？对吧？那么但，是吧？那如果说你这个 block 啊，向它写一个，是吧？它出去的数据量是100兆，是吧？到了这儿。这里呢，再向它写，是吧？那个它呢，这台机器出去的数据量也是就是100兆，就发现呢，原来它自己是200兆，然后分担给不同的这个 node，啊，是吧？所以说，当你一次请求，当你延迟500毫秒的时候，原来一次请求是一个文件，后来延迟了500秒之后，一次请求可能是50个文件，啊，那么你的 RPC 的负载就会降低50倍，降低50倍。是吧？减少这个 NumNode 的压力，啊，但它并不会降低这个 DataNode 的压力，啊，但 DataNode 之间它自己有这种流量均衡的这种策略在里面，增大同时打开的文件描述符和网络上限啊，使用 uLimit 命令将允许同时打开的文件描述符和上限增加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调用内核参数将网络连接数做到一定的这个值，是吧？那么还是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这个 block log
啊，是 Socket 的一个监听啊，上面我们下午我们已经聊过了，已经聊过了，它是一个队列的那种概念啊。啊，队列的一个概念。啊，适当的去增大它啊，就可以了。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来答疑时间啊。啊，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啊？啊，同学们冒个泡，快，带着同学刷一。啊，带着同学刷个一。啊，其他同学呢？星星亮点，说一下，name node 的第一关系是啥？第二关系是啥？面试题啊。啊，其他同学冒个泡，快！啊，其他在同学们在吗？嗯，稍微歇一歇啊，这个看他们有什么问题，什么的问题都可以问啊，不怕这个，不怕 low 啊，还说你们全都会了？那个向阳同学在不在？向阳同学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在做大数据吗？还是做传统运维？还是想转大数据？哎呀，你们这届学生这是咋回事呢？我上届，上届同学还是很积极的啊。
这个是个审计，对吧？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也没有开，要不你把它关了得了。你们用它是什么用途嘞？我想想啊，我们应该是没有开，这个不让关是吧？我想想啊。我们应该是没有开，这个是在，对对，我知道是做审计的。哎，这个我想想啊，这个是在哪开的呀？我知道是个审计的，他会把一些元数据是吧？有什么搜索呀？就合成一个搜索的一个存储库是吧？做审计去用的。是在这儿吗？我这个啥版本呀？我们应该是没有开啊，然后数据库和 Hive 数据库是在一个 MySQL 上，这个数据量有多大呀？每天有数据量有多大？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有个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挺大的，有社会影响，对吧？能不能这样呢？就是我看你们是在阿里云上是吧？你们是不是有 ECS 啊？你能不能这样子的呢？就是说它是安装的 MySQL，数据量比较大，对吧？那么它是影响的 MySQL，对吧？那能不能这样呢？就是说你在 ECS 上自己搭个数据库，自己搭一个数据库，这样也不用说新买一个数据库了，在 ECS 里在机器上搭建一个数据库，然后让它呢指向那个数据库呢。现在行不行呢？
对，领导建议就是吩咐，领导非要动他是啥意思？哎，奇怪了，这个版本没有吗？哎，这个版本怎么没有？是在5.14才有的吗？哦，我知道了，我们用的是没有用啊，我们是自建了一个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把各个平台的源头据我们抽到另外一个平台上去做搜索、展示、分析，就是想办法在还有不忙的时候写，这个老师还真没有用过，我们是没有开，我们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们的好多个集群，对吧？对，这是我们的 HDFS。还有，不能这么写啊。MySQL 元素就够是吧？MySQL，太阳呢会读 MySQL 是吧？会读 MySQL，然后我们这里的一个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数据资产管理平台啊，这个呢会定期从 MySQL 里面去抓元数据。同时呢，这有什么？不仅抓元数据，也可以抓分区啊。这个库表列分区属性啊，都可以，对吧？同时呢，还有 HBase 啊，HBase 表也可以抓啊，还有 HDFS 目录。也可以抓啊，我的理解是数据库是实时写的啊。虽然说老师没有用过啊，但是能不能这样呢？能不能优化嘞？我查一下啊，晚上有没有优化思路呢？数据治理啊，关键是你的领导管得也太细了吧？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不就完了吗？他还需要。你领导管得也太细了吧？你就分库有问题吗？就比如说你在 ECS 上新建一个 MySQL。对吧？不告诉他。
网络那么慢。确实啊。你能不能在 ECS 上自己搭个 MySQL， 把它指向那个 MySQL 呢？这样也不用花钱了。不是你们领导管的也太细了吧？不是，关键是你这个领导是什么领导啊？是你们技术 leader 是吧？是你们的技术 leader， 还是说你们公司的大领导？应该是技术 leader 是吧？要不他不，要不他就不问这些东西了。行吧，同学们既然没什么问题，那今天就到这吧。你们集群规模是多少啊？新一点点。你们，哎，上次是你是吧？上次是你说你们有100多台，还是其他人，哈哈，有100多台。啊，是你是吧？记错了啊，是你。哎呀，其他同学也不冒个泡啊。行吧，就到这吧，同学们。好，就这样啊，同学们，再见啊。嗯，好的啊，终于这个冒泡了啊，好，再见。